大家好，11:31了啊，跟大家说呀，昨天和今天啊，我都做梦了啊。今天早上起来梦见什么呢？梦见我们呀，往新疆啊，往新疆倒腾了一批这个油啊，食用植物油啊，然后这个在沙漠里边，好像在沙漠里边是一个大卡车给人送货，然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吧，反正让我挺着急的。后来我就醒了啊，这个我们确实在新疆有一个客户，确切的说那是我姐姐的客户啊，新疆那个塔里木石油指挥部啊，这个往那儿送过大米，那很多年前了，20多年前送了那么好几个火车皮，反正量很大，一人一袋大米，做了那么一个生意。我姐姐原来是老师，是她的一个学生家长的给介绍的啊。这个今天啊是做这么一个梦，昨天做了一个什么梦呢？昨天梦见啊，我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，在北京一个胡同里呢，特别漂亮呢，我都走过去了，走过去觉得，哎，我说这么漂亮，我得拍照片或者拍视频。我记得是一棵绿树，好像是一棵大槐树啊，大槐树，然后槐树上还有那个特别漂亮，特别那种典雅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宫灯，大家知道吧？哎，就故宫里啊，或者什么王府啊，或者一些亭台楼榭、亭台楼阁，不是有那宫灯吗？哎，特别漂亮啊！我正在拍照，哎，碰见了一个熟人。这个熟人呢，我们俩好像撞了一下。哎呦，你呀，特热情。这个熟人呢，是我一个老朋友，是很多年前，10多年前认识的。啊，他是一个北京的大学老师，这大学老师呢是我之前的一次做讲座，谈这个中国的边疆问题，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，做一次讲座，他是我的一听众，哎，然后他特别欣赏我，特别认同我，哎，后来我们俩就在那次讲座上成了朋友。他不是大学老师吗？他后来那个他教课的那个班，哎，他教课的那个班请我去做过讲座，又做2-3次的讲座啊，哎，就碰见他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完了之后我们俩特热情聊了一会儿。所以吧，你像今天这个，今天这个梦就跟生意有关系。我经常有时候做梦隔三差五的，哎呦，谁又欠我钱吧？我去要债吧？反正这种生活。过去的生活吧，就是啊，还有我的梦，除了别人欠我钱要债，我去要债这种的非常痛苦。还有就是，还有怕丢货啊，怕丢货。比如说这个，我记得我有一个梦，就是我的车卡车上的有扇布，有大绳勒好了，捆好了，停在某一个批发市场里。然后我饿了，去批发市场里边一个餐厅吃饭，然后我就坐在一个角落。我这个人特别警惕，我到餐厅我总喜欢坐在角上，然后背靠着墙，我观察着周围的这个动静啊，然后就紧张，老是怕自己的东西丢啊。所以我的梦到现在都是这种的梦，就是前30年给我带来的这种东西。虽然我退休差不多有6年了哈，然后但是还是有这种的阴影啊。所以现在有人跟我说，一说钱的事儿，一说生意的事儿，是吧？包括有巴塞罗那有的人啊，你这人不错什么的，咱们合伙能不能啊？或者跟我说你应该做个买卖，一说跟我沾钱的事儿，是吧？包括有的人说能不能借我点钱，这我特反感啊，因为之前我也没少被人坑。我年轻的时候我特别相信人。真的，人家跟我说两句好话，嘴跟抹了蜜似的，真是有的人叫口蜜腹剑哈。哎呦，大哥借我点吧，兄弟借我点吧，我一般都给人家。但是该要债的时候，这帮孙子全翻脸了，几乎差不多。你要欠谁要欠我钱，我都得找他们去追着要。有个别人啊，少量的人最后凑合着还你了，还得跟你翻脸。大部分人就不还了，有的人就是我的发小。有的人是我的老朋友，认识20-30年的，有的人几乎从光屁股就认识。所以我现在对人性啊，当然我就说中国人不好，
可实际上外国人有没有欠债不还的耍赖的一样有，只是我外国人不熟，是吧？所以我就说中国人啊，可不代表犯坏的耍赖的不守规矩的只是中国人，老外一样有。真的，我们这儿也有华人被老外坑了钱的，也有也有，这是人性，人性就是自私，就是想耍赖。你看看乌克兰了吗？当年放弃核武器啊，乌克兰、白俄罗斯、哈萨克都把境内的核武器交给俄罗斯了，但是当时的几个核大国，对吧，白纸黑字啊，就是说的好听着呢，保证你的安全啊，你不受外来侵犯，结果呢现在有人管他吗？对吧？所以说，是吧，一方面是男儿当自强，一方面呢别借钱给别人，真的，这是我最大的失误啊！我当年做生意啊，当然也有一些客户啊要了我的货没给我钱耍赖，也有也有。所以现在有人在跟我说什么这个那个，是吧，这个各种生意，什么加密货币吧，啊，什么汇款平台吧，我是这样啊，我自己被坑过。哎，有的人是他被坑，然后他也坑别人，是吧，他也坑别人，用同样的骗术，或者说他不坑别人，但是呢他也袖手旁观，他也放任自流，他也默认默许，对吧，就是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，他不管别人。我不是这种人，对吧，我是坚决不介入这些东西，因为，是吧，我觉得我是个善良的人，别人坑我归坑我，我保证我不坑别人，真的。我觉得能做到我这样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，不多，是吧，不多。哎，但是有的人呢还在憋着坏，老想着坑人啊，跟你借钱吧，跟你这个那个，实在令人反感。